群众关系想大爆，在这儿我表妹在这儿租的房，老小区，猜猜，大家猜猜多钱一个月？50平，30。对，50平做了30了，确实老，这可能是60年代盖的感觉，租这确实不容易。这50来平，这1000一。其实这样，如果这平到小区的话，其实五十多平就1000一，还做的30呢。如果你搁到别的地方，就是1000一都搭台阶嘛。好的，那这两个房现在空着？你想挺好就业，反正只要不挑，后医院可能就是人家要博士呢，但是像校医院都不对，不挑，你很好，过几年就是也就，反正我觉得还是那个房子。努力，现在是刚开始，你的刚起步。三十块钱。嗯。这边的房价贵。这边是。学校，学校，学区，就是我们陪读的，家长陪读的多。哦，你搁里边休息现在？有固定的假，如果周天上班的话，还得上班。但是也一天，不是有时如果你下午休的话，半天就正常。哦。咱们叫啥叫苦工呢？就是先慢慢干着，就是正式看着慢慢来，你刚开始有气氛。反正你管你，你们有啥经验？哦，你听他要人。考不上也办呢，因为四年不一定能毕业。你就是不管在单位表现积极一点，对吧？有个好印象，对吧？表现积极一点。群众关系先打好。那你出门在外，你得让你那个都不敢弄，都别扭的弄。咱这还不错，你现在干这今年拿太低。像俺就是，比如人家好几百万要那种，可能就几千、上千的参加一样。我跟你爸说，这都还不错的。这都是伢谁得让你在这都要工作的。我往前头个人的队长，你这个大的队长，哎，你也走，再不根据咱们这情况，这队长，想钱，哦，不干，那我不干，只要人家有个稳定工作，队长，人家啊那个这是你妈你爸个头等大事呢，队长，你再当兵干啥？哎，我家宝宝女咱还扛的，队长，看，现实社会呢，就是这样的，嗯。那咱就走。楼楼，你过去办吧。不来，不吃。拜拜。哎，你不管了，走，俺走。15分吧。现在基本的是2000多，就是上个月拿了连奖金，拿4000。可以啊，基本工资2000多，然后加绩效的。嗯。这一毕业，工作先不说，先出来面临的就是租房了。西安的租房还好，不太高，但工资也不太高，所以不管是哪个阶段，都压力都挺大的。
刚毕业挣得少，租房也要花钱，这一个月挣着光够花了，光够自己了。刚改四，慢慢就好了。然后其实我刚问了一下，我妈妈也是医生嘛，我问了一下，说虽然现在工作了，其实现在也是学习阶段，就虽然只有2000块钱底薪，一个月4000块钱可能，但是相当于是医院还是付出成本了，你还是在学习阶段，所以能给你发钱都算不错。他当时还是掏钱在医院实习，给医院掏钱。刚毕业四千，我可以了，真的好了。所以吧，这就是越有经验，越上年龄越值。这个线真的太长了。你想，我那个三爸，对吧？已经供了多少年了？快二十多年了。我想应该享享儿女的福了，但是现在还是暂时还是想不到。你医生本来是这样的，你刚刚都说了，我们刚回来还说，医生说家计是不大，你后期回报也大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支持。